好，现场放鼓吧！棒！我也一样。还有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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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
们的这个财务管理的部门，现在是在于我们的国立南华商职国际贸易科担任主任哈。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时间宝贵，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徐老师，来，快掌声欢迎他。这边有没有那个发的？就是我们社会团体，我们那个财务主理，我们怎么？我们做一下。一个就是两个不要喝太热，就不温的，不要跟我讲，就不搞嘛，就装温哦。这边有一个技术测试，不是包括任何社团哦，他一定有一个在职训练。我们的这个江老师呢，他是来自。我对美丽的主持人啊，也很辛苦啊，从早上到现在啊。还有我们的科长，还有我们县府的其他的伙伴，还有我们来自于桃园县各社团的干部，大家午安。那我的名牌呢，在各位手册上面的第四页都可以看得到。那我现在目前是在桃园社区大学担任校长的职务，那也是我们技术工作协进会的首干事。那刚刚也被我们彭理事长啊点名好几次哈。不过我想分享一下成果报告书的撰写的部分，好不好？那我们热台就开始了。校长觉得有点陌生哈。我想我今天来这边分享哈，我应该是以一个都不会跑掉哈。那从这个脉络上去想，那再来你要找谁做，然后你要做什么？请教一下啊。第一点，因为我们在做的一个很多活动。这个就是我们有关整个活动的综合座谈哦，也是让大家畅所欲言的一个半个小时，虽然时间不多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协会的彭理事长，那另外还有就是刚刚讲的两位宇宙的语台的老师哈。那是不是因为各位双手来先欢迎我们副座来跟我勉励一下，谢谢。谢谢我们桃园社区大学的刘校长哈，还有我们。有那个问题，请问那是怎样去申请呢？是桃园县金马料文教协会，我们桃园县发的是龙泉服务协会的理事长，胡忠伟，在这边做一个建议哈。今天我们是桃园，我想刚刚你建议的这个部分很没有问题哦，我会把联系手册的资料放在我们社会局的网站，这个电子档我们都有，也欢迎各位去下载使用，因为现在再去印这样一纸本其实有点，我们会觉得黄梅珍哈。我想请教一下今天我们的主管单位，因为我今天看到那个我们申请政府的补助案里面有多一点我们当然是说有知道一些资讯，可是我们还是要经过他，还是要问过他很多问题啊。希望你们今天都很客气，副座坐在这里，尽量提。